一个黑胡椒葱大饼。比较小的，哎呦，剩下一块三十的，谢谢啊。嗯，口感软绵绵的，然后有点 Q， 好好吃哦。阿哥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可以要一个红豆饼吗？可以啊，先给你。其实我很重视啊，给你啊。老板，麻烦你等一下，老板。谢谢。超香的。